龟弟放假了啊，给龟弟整个好的起锅烧油，八爪鱼、皮皮虾、海螺。这边还有这边。来放放。哎呦呦呦！对虾，龟弟看大不大对虾？比我小还大。哇！一个一个大大对虾。哟，皮皮虾、小海螺，漏来一小锅，翻炒一下。哇！哟哟哟哟！做海鲜特别简单哈。哎，老抽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手机？谢谢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是个大海螺，两斤一个的。好多朋友说不会吃海螺，我教你怎么吃海螺。随着它个螺纹给它转出来，这地方不是屎啊，这地方是黄，这地方是苦胆，把这个苦胆摘下来，苦胆，然后这地方是肝，把这肝挤出来。这地方不要吃哈，孩子不要介意，孩子不要吃，大人吃一个两个也没事。这地方是鳃，这是鳃，剩下的都是精华，这是黄。这地方都可以吃了哈，大个海螺，学会了没有？哥哥姐们，学会了给个双击，这腮哈把它摘下来，也就给一个哈，从来没有板板正正拍个视频，就给个双击吧，谢谢哥姐啊。输了，快点整啥？想吃大虾。行，你看这大虾大不大？哦，比我手还大。确实太大了，一斤一个的大虾，给你剥个大虾哈。哇，大不大？大。想吃不？想吃。来，弄它。爸爸，你先吃吧。你吃吧，爸不喜欢吃。你吃吧。爸不吃，你吃吧。爸从小不喜欢吃这不好吃的。爸不喜欢吃，你吃吧，吃吧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能不能给我爸爸一个双击？谢谢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已经半年没跟你们要双击了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呀？给就给一个哈，闺女，你知道为啥爸不喜欢吃虾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奶奶当时候也说了，她也不喜欢吃虾。等你长大你就懂了。哥姐，给个就给一个啊，给孩子个双击，谢了哥姐，谢谢叔叔。收了，快点！爸爸，我不吃龙虾了。为啥呀？因为留给奶奶吃。为啥留给奶奶吃啊？因为奶奶特别的疼我。那你吃啥？那你吃啥？我吃八爪鱼。那行，留给奶奶吃了，吃八爪鱼吧。我吃个皮皮虾。哎，皮皮虾老瘦了，那么瘦皮皮虾，过瘾吗？过瘾。吃吧。弄来，使劲。你奶奶知道你这么乖啊，你奶奶可心疼了的呀。乖吗？乖。给叔叔阿姨要双击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能不能给我爸爸一个双击？谢谢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。快点，小吃大。想吃爆头带大米呢，那种。那哪个带大米啊？这个。那会带大米吗？会。那会弄的。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能吃出大米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不给双击，给个关注呗。你有大米吗？吃出大米，你叔叔阿姨就会给我这个没大米啊。我没大米啊。哪有啊？哦，那你给叔叔阿姨哥姐们看看，吃出大米了啊！那个能给孩子个双击吗？叔叔阿姨会给吗？会给的。那你谢谢叔叔阿姨给双击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给双击。给就给一个啊，孩子既然要了，哥姐们哈，给就给孩子个，别给我了哈，我要不要都行。我好多墨，有墨没有？没有墨。弄了，行。欢迎，行。新鲜的皮皮虾，老姐，吃咱又吃最原味的哈，来，热上一小锅，热兴不兴？来点梭子蟹，这个梭子要退壳了，来，哦，肯定痛啊，哥姐，这个梭子蟹我就不吃了啊，咱们放生了行不行？哥姐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带你体验渔民生活？放生了，哥姐，你给个双击啊，哥姐，给双击啊，哦，哥姐给双击啊，下视频开喽，你就给一个啊，放生的双击，给一个啊，哥姐，下。